球敲成安打，这球打到中间方向又是安打。哇靠，厉害哦，真的烫啊，是是是，打得正顺哦。曲球打到右半边，安打出现了。一垒上跑者绕过二垒之后，来到了三垒，现在要回本垒得分了。陈子豪这一棒带着一分打点，中信兄弟在七局上半追平了比数。他们是怎么得分的？就是战术的一个搭配啊。是，跑者提前起跑，是就成功了啊。我有注意到这一点啊。哇，抓第一球的变化球，拉出了一支长打。就是我前面所提到的啊。当然，投手教练喊这个暂停，当然是有他的一个用意在了啊。当然，也透过这个喊暂停的时间，让这个魏全龙的守备教练哈来去观察对方这个攻势，这个时候会下达什么样的一个战术啊。当然，这个甘龙这个球是很明显的是一个失头球。对。这球反向的攻击打穿了一二垒间的防线，陈子豪停在三垒上面呢。第一球进去出棒拉回来，打穿了一二垒间的防线。三垒上的跑者回来，二垒上的跑者停在三垒。周思齐的安打打回了一分打点，中信兄弟2-1领先。不像我的啊！变化球被打进场内，六传四，再传三的 double play 出现了，可以接受了啊！对，已经把它伤害降到最低了。